影片即将开始哦，拜托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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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啦。状况，请说。我耳机没声音。你的耳机没声音？对，没关系。大家先跟我们聊聊天，今天嗨吗？好不好听？喜不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虎年装扮？
对，我们今天有这个 Jazz Code。不是，你知道我刚好多慌张吗？怎么了？我刚唱了一半 ，Oh my God， 没声音。他说好，我就看他左右边。那你们刚刚有人被那个烟火吓到吗？没有哎、欸，没有哎、欸。你吓到是不是？有点微吓到，他才会抖一下。但因为我知道今天总冠军是表情管理很重要，厉害。OK， 性感是。OK， 我好了。好了吗 ？OK， 好了。好了，那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后面有椅子在等我们呢。OK， 那我们先过去坐一下。坐一下。OK，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酒吧，来，请随便坐一下。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希望可以把距离拉得更近的一首，好不好？就是这首歌叫做《零距离》，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隔着海洋的思念，能不能到你身边？隔着荧幕的问候，想不想在你面前？在温暖整个城间，一个温暖陪我度过失眠，虽然不在眼前，心却能给一些。当我无处宣泄，脑海里你的一切，想念暂时我昨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当世界瞬息万变，距离也无法隔绝彼此有多想往前。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对着视窗说完再见，让想念挂在同一个弯月。Close your eyes, say goodnight, I'll be by your side. 隔着怀疑，两颗孤单的心，有时眼泪，隔着冷漠，不想说，冻成了两个冬天。试着化成安慰，学着拥抱彼此的不完美，最遥远的我们其实都不遥远。等爱被间隔在没有人的空房间，让我们搬进里面，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当世界瞬息万变，距离也无法隔绝彼此有多想往前。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对着视窗说完再见，让想念挂在同一个弯月。Close your eyes, say goodnight, I'll be by your side. Close your eyes, say goodnight, I'll be by your side.欸，有一种蛮感动的。对啊，而且大家好热情。对啊，我们真的是狼沙玩到小巨蛋，我天啊。对，很开心哎，很值得纪念，很值得纪念。那接下来这首歌，回到我们的第一首歌曲，一起嗨起来 ，All Day 送给你们 ，Let's go。
All day, all day， 忙整天有你陪就不会累。All day， 就是那么纯粹。Say， 拉着邋遢的你穿过街，每个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All day， 我陪在你身边，这么早一点陷入了沉醉。一直依赖着你防备，是在遇见你之前。你是恶不畏，不畏是恶胆等待，却不会敷衍安慰。成熟对我来说你有多美，爱了等不了的聚餐，觉得是因为你不在，想到你等着我回来，就好像快离开。一切有笑容姿态，身边其实多了忧愁，刚刚我需要你从来不起。 All day, all day， 忙整天有你陪就不会累。 All day， 就是那么纯粹。大致邋遢的你穿过街，你的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 All day， 我陪在你身边。我遇到你正在 waiting for me， 一直赖在一起不会跟你、yeah、出门上个班都不是等你呗。 I know I won't leave for the 一切、yes、sir，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都想，不会自裁也要在你旁边凑一脚。我一个人讲收不到讯号，发疯骗引导。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与你才重要。爱了等不了的聚餐，就还是因为你不在，现在你等着我回来，就好像快离开。下班姿态，身边其实饱了悠悠，刚刚我需要你从来不起。 All day, all day， 忙整天有你陪就不会累。 All day， 就是那么纯粹。大致邋遢的你穿过街，每个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 All day， 我陪在你身边。邋遢邋遢的你穿过街，每个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All day， 我陪在你身边。I like to party party， you like to party party， we like to party party， our love is party party。 I like to party party， you like to party party， our love is party party。现在中场休息时间要麻烦你们三位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礼物呢要送给台下小巨蛋的粉丝朋友。我们今天呢要先抽出第一样礼物，来我们上礼物。哇，我们现在要抽的礼物呢是阿乌狼沙呢现在台北演小巨蛋演唱会的限定 T， 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对，这个呢在外面是找不到的哦，只有今天限定，好不好？就是这一届限定 T。 那要怎么获得呢？待会我们会随机选出台下的三位粉丝，然后跟我们台上的三位玩家呢做狼人杀拳的 PK。你只要呢做出跟台上的玩家一模一样的动作，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好，那狼人杀拳怎么玩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三个角色，有预言家，对，预言家，女巫，狼人，帅狼人，美狼人，美，哎呦，哎呦，可以，这个拳是可以，就这三个动作，然后我会数一二三，然后一起做，然后做出一样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件限定T，好不好？那既然这样，凯西先来好了。好，我先来找人，是不是？
没有，我摄影师找人，想跟凯西玩的朋友赶快举手好不好？哦，有几百万的玩家都在举手，我们摄影师要烦恼了。来，摄影师帮我选一个你看的，你最喜欢你自己个人喜欢的。摄影师，你个人喜好，来，我们来选择一位粉丝。哦，有这位蓝色口罩。哎，嗨，是小鲜肉吗？是小鲜肉，旁边是女朋友吧？对不对？啊，不是，马上否认。我们现在要比照篮球场来一个那个 love kiss 吗？好，没有 ，OK。那这个你刚刚有记得动作吗？你重复一次，来，预言家、女巫、狼人，好，没有错。那你记得等一下要跟凯西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才是获胜。你应该懂的哈，你应该懂哈，你应该懂的哈，应该有 get 到哈，你应该有 get 到哈。左手边好，没问题。来，那我数到三，要一起比哦。好，一、二、三。哎，你好聪明啊！很聪明。刚刚女巫被手杀，真的太聪明了。哎，恭喜得到这件那个台北小巨蛋的那个限定 T。那待会呢，我们场边的工作人员会跟你登记你的基本资料，然后结束之后呢，到八号出口。八号出口的警卫室领取我们的奖品哦。好，那恭喜第一位粉丝哦。那第二位就是普星。好，普星有没有什么条件？我条件吗？要带，要带水果。像王一博，你不要讲出来。有像王一博的粉丝吗？有没有人长得像王一博的？有没有长得像王一博？觉得自己像王一博的举手好不好？来跟普星来一个 PK 狼人杀拳。哎呦，很多人都非常有自信哦。摄影师麻烦你了，摄影师选出一个最像王一博的粉丝来。摄影师会是谁呢？正前方，好，正前方挑选。好，来，懂了吧？我会比什么？哎呦，这个长得真的蛮像王一博，帅气有没有？那个漂亮，对。好，来，我们这位粉丝站起来，让我来看看。我这样在摇滚圈，哦，好近哦 ，Hello，Hello， 我看到了。对，会玩狼人杀拳，对不对？那我们复习一次好不好？预言家、女巫、狼人、美狼人，他害羞。哎，有，哎，很大方，很大方。好，那我数到三，一起比动作哦。来，一、二、三，预言家。有，心有灵犀，真的聪明。那恭喜你获得这件限定 T 哦。那结束之后呢，记得去八号出口的警卫室领取。好，那最后一位庆月了。庆月就是有什么条件？没有任何条件。没有条件。哦，好，后面的好了，举好高那个，好不好？站起来。你要自己挑是不是？你要挑。这个最后是站起来。你说站起来的那位，我刚刚也一直发现他。那摄影师麻烦我们庆愿指定那位站在椅子上的就是灰色衣服的，你有办法吗？摄影师就是庆愿无视于规则，直接挑人。有，好了，找到了，摄影师现在火速的冲过去了，因为他从凯西就是要玩游戏的时候就非常的踊跃。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会玩哈。那我们需要大 pose， 你那么热情，你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个，比如说预言家，你知道，要那种大动作，浮夸，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给你一个赞，没错没错。好，那我数到三哦，好，一、二、三，哦呦，答对耶，好厉害哦，哇，好厉害，粉丝都好聪明哦。我只能说，真的不愧是就是狼人杀的那个忠实观众，对，默契真的超好，恭喜你获得限定 T， 记得呢去八号出口领取哦。好，那也在这边就是谢谢来一福，谢谢我们三位玩家。